你听了十遍，但是你第十一遍还没听到的时候，你做出来的行为是错的。你前面听了十遍也没有用，代表是空的。所以什么叫实修？你听到的东西要融入你的生活，举手投足间你要能够流露出来，让人家看到。所以我们超法学员道理都懂，你讲起来大家都懂，那有没有做到？就是耐人寻味。所以每个礼拜跟你共勉，你一定要把它当回事，对不对？大家共勉之啊。所以每样东西要去看。所以现在与人为善，这个大家和乐融融的这个本事，要能够塑造出来。所以你如果到处占人家便宜，到处跟人家过不去，到处都是让人咬牙切齿。如果他没有想法太正确，搞不好刚好走到哪里摆个摊，上面写是不是改运，是吧？那个人就去坐下来改运，那个算命说要改运啦，好，什么事？一问啊，有人对你不好的，帮你画个符放了。那刚好别的不灵，他那个画那张符特别灵，是不是？那不是你就比较衰吗？诸此类的，本来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天，我们要化解过去的负能量都来不及了，怎么还会每一天结怨？是不是？所以当你想清楚的时候，时间很宝贵，怎么还会有时间去结怨？或者小题大做，或者不该你的事啊，不是你的主题，却自己搅进去，这叫做不智，没有智慧。尤其现在人心险恶的今天，大家都没有在怕的，是吧？所以胡作非为的多。你说放符的人，他会怕，他就不会放，就是他根本不会怕，因为他没有想那么多，或者是也想不了那么多，因为已经放太多了，没差这一副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步步为营，在人世间，每一步让人家觉得你是富裕的多，多给人家一些，而不是跟人家多要求的多，所以让人家感受到，就是人家真要害你都不想害你。我觉得害不下去，觉得你这人太好。你有这本钱的人举手，我看看有多少人进来。手不要放哦。这么多啊。那你看一下隔壁举手像不像，快点。都像吧。这么多人哦。很好啊，真的很好啊，这么善良。好，手放下来。不要这样子啦，真的。善良可以化解很多事情。不善良，天天往牛角尖钻，想啊想，气啊气，设计啊设计，最后设计到自己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这个，一切交给天，是吧？你能多给人家，多给人家，这个天地帮你把关，你不会是输家的，你得的会比别人多。你有这个心态，你日子就好过，你日子好过，内分泌正常，很多慢性病就没有了。